毛巾给我们擦手，看，天哪，太漂亮了！我们准备要去看我们的房间长怎样喽，等一下要开箱给你们看。开箱房间，太大了！第二次，最喜欢的就是坐在这个位置，好刺激，超热的啦！发现不是偶尔穿了短袖，现在应该要管一下，好热。做巴黎真的很开心。现在轮到我们房子咯，嗨，我现在呢要来开箱我们今天住的，就我身后这一栋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们里面长怎样吧。好的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。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叫花园房，今天住的是410，它这边一个小小的庭院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住的。Hello, say hello. Hi. No smoking. 好的，我们继续看一下。面超凉的。开始进来就是电视。哒啦。这就是床，超漂亮的。我们一进来就看到这个 Welcome， 特写一下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它的床架放这个，好险不是放什么爱心，我会很尴尬哦。再来，天上的灯。然后其实房间不大，但是我觉得还蛮 OK 的。然后一进来的时候，他就帮我们开冷气，所以其实这边我觉得不会很热，是蛮凉的。再来这边是化妆台，古色古香吧，好漂亮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当然，当然。厕所，它是一个户外的厕所，露天的。你看，那边它真的是有户外的厕所，然后连蓬头在这里，很漂亮，就等于在大自然中，而且其实也是蛮凉的。然后是镜子。美的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房间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，真的很漂亮。再看一次全部的吧，
那就这样咯，拜拜。当做 shopping mall 在逛，Thank you。我们现在来换衣服了，要来开始我们的按摩之旅。先吃这个炸春卷，这样子讲，再放进去，如何？耶耶，好吃，加酱红芹菜。水果，我们在喝酒，这个超好喝的，拿卡啤酒，干杯。我已经喝了，我已经喝了三杯的 Baileys， 然后再加这个 Gin and Tonic。这个女生现在只喝，还在喝她的鸡尾酒。要回去了，我们车子前面那里。刚是弹琴时间，弹完之后就不安静了。